More.
shiuri shiuri moho shiuri shiu shiuri sapo jinye zanye long wa zhida da he he hong jinsenye zanye hong shiu dori shiu mori shiu mori sapo金山的真灵龙沙瓦婆瓦苏多沙瓦达摩沙瓦婆瓦苏多汉安土地真言南摩三曼多摩多兰翁多鲁多地为沙婆和普供养真翁耶乃沙婆瓦瓦自来翁南摩藏知识黄婆南无藏知识王华南无藏知识王神南无藏知识王佛南无藏知识王华南无藏知识王神南无藏知识王佛南无藏知识王华南无藏知识王神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诸天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揭谛菩萨及华严居士会阎摩天空无量菩萨来集所集赞佛二十揭谛菩萨成佛为力遍光时我所诵言毗卢供华师魂不自裁虚妄其意向大众无差别大众众无色色众无他亦不离大众我有所可得心中无才华才华中无心难不离心有才华可得一心恒不知无量难思议实现一切舍个个不相知比如共法师不能知自心而有心故化诸化心如是心如共法师能化诸世间无因系从众生无阿而不造如心佛已耳如我众生难因知佛已心体心皆无尽若人知心心普照至世间世人则见了佛真实心心不住一生生理不知心何能作佛事自在未成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化解一切为心造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化解一切为心造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化解心一切为心造其爱相遇
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著实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调伏刚强众生诸苦要化各千世闻讯是真实是如来含笑黄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因大智慧光明大波罗光明因大三昧光明大吉祥光明因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因大赞叹光明黄如是等不可说光明因以如此种种微妙之意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因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因慈悲因悉数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十字火因大十字火因雷因大因雷因出入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沙婆世界及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以及大道立天所谓是天王天道立天虚炎魔多帅头天化楼天他化自在幻众天幻福天大幻天少光无量光天光影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福生无碍天光国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所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处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悉来集会忽悠他幻国
吉萨普斯杰海神将和神书神三神地传诸神庙家神诸神一神空神天神阴司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忽悠他患国土吉萨普斯杰诸大鬼所谓欧木鬼胆血鬼王胆金气鬼胆太乱鬼王心病鬼王受度鬼慈性鬼王狐狸鬼大爱尽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何事释迦牟尼高问是十里花王之菩萨摩诃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天龙鬼神此世皆他时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道道立天主如此是佛闻此事离不佛是真如意我身离清净彻度不能得佛高闻此事无以火焰观故又不仅是此皆是地藏菩萨救焰界一度当度为度一成就当成就为成闻是实力佛陀实真无疑过去就修成根真无碍之闻佛说即当心所消过生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问如来称是子彼化疑惑受是顶受为面心方为厌世光速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则何行利口而能成就不是一事佛告问世事比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虫刀马之为三世为真一物一事则一横一横何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界一界之内所集成尽从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国为一千倍多以上以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彼至佛地闻是实力持菩萨为生死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是菩萨名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功乃至才华阔如书气行十人当多百万生一三世三永不堕恶道闻是实力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九言不可舍不可舍解成为大藏者知时时有佛号是知分心记住万行如十藏作是见佛相好千户庄严言文笔作何恒言而得此十四字分心记住万行如高藏者正义正此生当即就言度一切受苦众生闻是实力是藏者因花言言我仅仅未来即不可及为是最苦六道中广受方便精灵邪而我自身方正佛道一世一毕佛见利是大已经百千万哪有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时有好业皆化定自在王如来毕佛说明是百千万里阿僧祇劫相化之中有一婆罗门师父身后众所亲亲诸作我诸天为其母心邪常清散时时生离光受黄前有其母临身真见而知你为前生心不救民众浑身多在无间地是婆罗门你祖母在此不信因果即当随彼生恶气随卖家子光求香花及助攻击提现佛他是大性功见罪化定自在妄如其心相在意识中数阿威龙锻炼彼是婆罗门尼赞利尊
毕生尽量施自怜，佛命大集集一切智，若在世时我目视，唐乃闻佛必住持，持婆罗门尼垂泣量，瞻念如来护闻空众生，其作神尼无智悲哀，无尽时如目至其处，婆罗门尼合掌相空，而不空也是我身，况我有离我自是目已，昨夜已念无次口，诸目生皆是空中有，在报你也我是如舍站立，过去皆化电自在妄如，见如一目别以常心众生主，古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已即生子菩，直接皆生左右菩，两究皇室而不空，愿我持名是说阿目僧，我今身心将是菩提，世界化电自在妄如，高僧你也如供养，但造还说端坐是为无自明，即当祖母说圣起，是婆罗门尼心力薄，其归其所依一母，端坐莲揭瓦顶自在妄如，今日惹一夜忽见之身到一海，其水永会多至我手，今后铁身会走海上，东西出处千足难至你人，百千万世出没海，别处欧洲真气时，有见也察其心果，佛多识多言多知多脱口牙外出，离人如天气住罪，是今我手呼之破戒，脱之相救其心晚，不甘就是持婆罗门，一念佛离故自然无，有一鬼王名也无，其所来亦不胜你，善哉菩萨何缘来，持婆罗门尼闻鬼王，持是何持无度待，持是大铁为山西面第一重，神尼闻铁我闻铁为止，第一在中是四十，无度大也是有敌，神尼闻铁我今因何得道矣，无度大也都会为其息也离会持而止，从不能到生逆有，持水火焰阿难勇，多知罪人记忆我，无度大业持誓言菩提照我众生，心思执着今世是旧日，无人即时为作功，九八苦难生死有无善，当即本列所感地，慈难先度此爱，海东十万有心，悠悠一海其苦别，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苦，湖北三里欧因之所造，功耗一海其处事，神尼有闻鬼王无度，第一何在无度待，山海之内是大地，其实百千古古刹，所谓大作即有时，持有五百苦度无，持有千百亿无量，神尼有闻大鬼王，我目视来为救不知，浑身当自火，鬼王闻神尼，菩萨之目在身息后心里，神尼大业我目写，即会三宝收获暂时，前六不均是罪日前，为之神持无度为，菩萨之目心是何，神尼大业活护我，即婆罗门中呼号失落神，母号夜地里无度和扎其菩萨，愿圣作切换本，无知有意别恋夜地你罪你生天意，仅仅三日因成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皆化定自在妄如来他，回为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间罪，持日悉得受，即通神即归妄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
寻者蒙愧无此时，便利结花天自在王如来他相子，以弘誓言淹没尽未来，因有罪苦种，光寿方便是灵学，佛告闻世时，是贵王无睹，当今才说菩萨时，婆伦门尼咒及地藏菩萨时，浑身即会并蒂，二十百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所有地处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以如来身离故，各一方便一诸多谢多从一道处，一个有千万里那有他处，供持香花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十住中等九愿界，流浪生死六道处，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过后过，具足道理心怀勇，瞻仰如来目不转，二十世真实尽受，膜拜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出浑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作是言无依无作恶，教化如是刚强众，临心调伏摄邪鬼，时有一有三恶习，无一浑身欠白，光说方便或有理，闻即心说或有善，勤虔成就或有安顿，救化还归或有义，不生尽量如是等，众生各个差别，浑身独特或现男子，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圣鬼何现三年传年何知千金利己其皆度脱何现天地何现幻王身何现专论王何现祭祀身何现国王何现在乎身何现观世何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以化土回丹佛身度现其如观无类皆清故独特如是等难化刚强最故种其有未调伏虽也报应多多所大苦事如当一念无在道立天因清福之临沙婆时此弥勒此事已众生悉受解脱永离诸苦依佛所及而是知世界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爱不去佛言我从九愿界广发皆因是佛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所浑身遍满百千万里恒河沙石每一世皆化百千万里生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临归金山怕用力损失之内盘罗丹利佛法所谓三世阴谋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我见独托是豁达唯愿是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如是三宝佛唯愿是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二十佛赞地藏菩萨三灾三灾无住如是如能成就九愿解化弘誓言广度众即证菩提观众生一愿并第三二十佛母摩耶夫恭敬合掌闻地藏菩萨神咒言护众早夜差别说说宝其实因何地藏大千万世界乃至国土佛有地地或无地，或有泥人或无泥人，或有佛法或无佛，乃至声闻毗湿婆夷婆如是，回丹第一最报已，摩耶夫人从波菩萨。且言闻一言护罪报所感恶趣地藏大言声目为言听我此所知后目观
愿圣者是二十地藏菩萨不胜母，南念菩提最报名，如是多有种，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若有众生出或生，为谤三宝不敬尊，亦当多以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若有众生亲尊常住，厌恶生离或戒断，自心引力或杀或派，如是等别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杀，先为沙门破用常住，其况归为被劫，种种杂我如是等，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若有众生脱戒常住，财无故迷，饮食亦无，乃至亦无不义起，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地藏波月身目若有众生作入是罪，当多无见地，求暂停苦依念不得，摩耶夫人从波地扎菩萨，因何名为无见地？地藏波月身目诸有地，在大地为三智，其大地有一十八所，持有五百名号果，持有千百名智已，无见一咒，其成咒扎八万亿，其成春地高一万，成上火鸡烧有空，随意成中注意想，名号果别独有一，名列无见，其咒扎观八千，一枪高一千，须是铁为上火车，下火车上铁手铁果，土火出此一枪子，东西欧洲一众有双，遍满万里一人所，世间其身遍恶满，千万人所罪一个之间身满床，众业所犯火报之，有诸罪人被受众，千八夜叉及一恶，火压如剑烟如电，所护同抓脱业罪，忽有夜叉之大铁，众罪人身火众苦，火众苦被抛空魂，火之床上忽有铁，但罪人猛虎有铁手，教罪人尽拜自解，膝下长钉八色梗，愁长愁斩阳痛管口，多地产生万事前，欲干如是东尽矣，求此无戒此戒坏事，即生他戒他戒此，转机他荒他荒坏，转尽将机此戒成，凡夫偶来无见罪，其实如是有无是也，干故称无间何等为，一至日夜受罪，一至皆是无事间界，故称无间而者一人矣，多人以满故称无罪，三座罪其插邦因舍浪对摩居中所作护堂，铁王铁生铁力铁生过罗手作铁脚身，鸡吞铁王口音铁子，从年君之处那有他处，处相连更无间，故称无间是者不闻难知你，江湖一地道有鬼，火龙火神火天鬼，最心也看系统所，故称无间无遮罗多次，从出如是之拜前，一日一夜万事万事，求一连间暂自不，此为夜金黄多愁，一次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不胜母，无间第一出所如是，罗光所第一罪记等，即诸苦是一戒子，求所不尽摩耶夫，闻利愁有何障，定利恶对厌恶众生一看病敌视，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不可，是真我成佛如来为圣理，遍拜千万历史，闻是神心就怕一切业报种，若为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变，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逸多成佛矣，六道众生千令度，唯然世间言不由，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
行事无定而喜节，善喜节果为善为，诸经而生论转无道，常无休息动静成戒，迷惑障难如意有，将是长流堕入尘，有福早亡一世等，无当有人如疾必是亡，累劫总是光度罪，无乎合理受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明定自在王伯伯，十真地藏菩萨累劫已，国华何缘金蒙世间应尽赞，唯愿十真第二世，二世十真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世莲，无当为如闻辟解，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尽，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正遍知明行智，三世世间皆无上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时，其佛说明六文，为出家时为效果，以令国万为同心十三饶一众，其令国内所有人多遭众而而忘矣，广说方便一万法，造成佛大当度时，临时无意一万法，若不先度罪苦临时安，多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万菩萨，一万法眼造成佛，即一切自证就如来，一万法眼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作即地藏菩萨，故以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持是名清净莲花目主，其佛说明十世界香花之中有一朵，普度众生因此教，于一女人之夜光，说是供养罗汉文，于烟何等光目呆，我以目望之日，知乎九百为之我目神，何其罗汉名之为入定，见光目尼目多在我，说即大苦罗汉文光目，如目在身作何行业，今在我其说即大光目大眼我目所起，为好时但一辈子，说是一辈多是其子，佛刹佛子之尽时，及其名数千万福，尊作此名如何爱，罗汉名之为作红，千光目眼如歌之成莲，清净莲花目如金树花心香春乱火，光目闻利即受所，寻花火香而供养，复供金心别气斩，忽一夜火梦见佛身金受黄，如须弥山黄大光，而高光目如目不究当胜如，才解即寒即当眼，其后家内悲胜矣，未满三日而难言，其手别其高一光，神师也言过报之，我是如母就此安，慈悲如来的多大地，蒙之狐狸黄豆手，为下贱人有护短，所念十三更落我，如有何其令悟陀，光目闻所之目无，以更也别提而别别，即是我母何之本，作何行业多疑我，别之大眼离沙海回马而夜守，若会蒙乎九八五，一时夜故为何邪，光目闻念第一罪，其实因何别自大，罪故之事不能成，百千岁中之过难，光目闻力体力好，而不空皆厌恶主，永脱第一必是善，更无种罪及利恶，十方之佛慈爱明，听我为母说法光大事，多多无母用力善，即是下贱乃至逆人子，用具不说厌恶之尽止，对清净莲花目如来想，切合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地，即善恶大诸罪故中，十愿九八零力第一恶，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成佛经恶然后方正正，法师愿以即闻清净莲花目如
好告此以光目如大慈，三能为母化如是胆，无关独母是善水，受此宝一生未还，寿年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寿命不可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德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目者，即无尽力菩萨，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光目尼者即地藏菩萨，过去九眼界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男子女不信善则信恶，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毁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多恶趣多一善子，千年一探子，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些善恶道。若能自信归清即战力者，强化一护种种者，何不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历劫，常在诸天说圣妙，若天福尽下圣人，有百千劫常为敌，往能以宿命因果本，定志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祭祀，广宣六部定志在王拜佛，是真言不有，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必能成佛为广严十经一言菩提利益种，定志在王菩萨不是真，合掌恭敬作礼有，何时十望天集中作集合掌恭敬拜佛，是真地藏菩萨以九眼界化入十大愿，因我诸经有度为更化广大神，唯愿世尊为我等佛告世天，善哉善哉，无尽为如即未来现天人种，广利以故说地藏菩萨以沙婆世，阎浮提内生死道，慈爱九八度脱一切罪故种，方便持十四天王，唯然世间言要语，佛告世天，地藏菩萨九眼界即足以尽度脱种，又为彼愿持名持十罪故种，护观未来无量劫，因满不断一世足，有化众缘如是菩萨，以沙婆世界阎浮提，百千万亿方便二位者，十天王地藏菩萨若一刹神，所素养断明，若一切道作所贫穷苦子，若一摄影作所切过艳阳，若一恶果作所见识斗争，若一毁谤作所无所唱可报，若一成鬼作所错落弄藏，若一千灵作所所修为言报，若一饮食无度所即可业病，若一天的自情所所金光上明报，若一本父母作所天地在杀，若一烧山令母所狂迷去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所幻生变大现手，若一王不胜处所骨肉分离，若一回谤善报所朦胧阴哑报，若一青花满脚所用出恶道，若一破用唱主所以皆轮回地狱报，若一无患无生所用在畜生，若一唐佛占座上生所轮回地上，若一破戒犯灾所亲所记恶报，会理会用所所求切戒，若一无恶共告所别时下见，若一两舌斗乱所无所拜手，若一邪见作所遍地所生，如是等阎浮提众生可以佛悉皆可拜千宝，今出列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一干场，地藏菩萨拜千方便而教化，是诸众生先说如是等佛陀第一动境界，无有出其事故如等护人护，无令数诸众业迷惑众，十天王闻离涕泪别，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前上。
民内措手忽悠地，民内烧焦忽悠地，民内单恋忽悠地，民内铁腕忽悠地，民内正人忽悠地，民内铁屋忽悠地，民内多层地藏婆，人者体位之念有如是等地，其实无限更有交换地，八色地昏鸟地，同色地火象地，火锅地火马地，火鸟地火山地，火石地火创地，火亮地火印地，居亚地波毗地，云雪地烧烁地，烧焦地刀刺地，火舞地铁舞地，火浪地如是等地，其中各个忽悠诸小地，火一火和三火乃至百千其中名，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人者持者皆是难念菩提心二种，一干如是业力深，能得须弥，能胜极，能障生到是故种，莫轻小我以为无罪，持恶有报千好手，佛知自尽其路过，终难相逢无肯待，我今存不为力烈所地最报之，唯愿忍者暂停时，普贤大愿无以救之三恶道，王忍者舍灵火是魔化一切恶心中，文忍者舍是灵鬼，地藏宝言忍者第一罪，其实如是火有地，其罪人舍是六根，火有地其罪人心，一刹时之火有地，火烫生灰诸罪人，火有地持少同，持罪人报火有地，十字火烧成几罪，火有地相寒，火有地无限魂，火有地成灰几地，火有地多转口腔，火有地微创胸，火有地单烧手，火有地攀脚铁手，火有地七字铁，火有地金甲铁，人者如是等，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一道之，无为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是四种，众业心甘如光所第一罪，等是一一一种更有百千种苦，何况多于我今成不为，即人作文的所住，罗光皆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并蒂，何时时真即身荒大光，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出大云声普告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具天龙鬼神人慧人，天国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一世方世邪现大不可思议为生慈悲之，救护一切罪苦之，无灭度火如等诸菩萨达，及天龙鬼神等光作幌，为护世尽令一切众生证涅槃，所施一会中有一菩萨，名列普光合掌功，而不破眼睛见实证，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是真为未来世梦化中，先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应果等，十字天龙宝即未来世众生定舍佛，佛是世真高普光菩萨即世中，谛听谛听无当为如来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福德子，
普光波焰为难时，焰妖一闻火高普光菩萨，未来世中都有善男子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和合掌作赞叹，坐立坐莲母，世人超越三世界罪，普光若有善男子善女，火彩花心香火土四角，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沾一粒则世人百万生于三世三，永不多于恶道，假日天父君，下生人间有为国，不是大力若有你，愿你人生尽心功，地藏菩萨化及土师教其通体等，如是如日不常以花香饮食衣物等财床房钱宝物等供养十三尼，仅此一报你百千万劫更不生有你认识，何况胡说此为此愿力，要说你身独特种，诚实供养地藏力，其功德力百千万劫更说你身护持不，若有你人言事者，多记并作丹力地藏相，十尽战力十尽智，十人千万劫说说生生相貌言，是错罗尼人如不愿你，即百千万里生常为王尼乃即王为在大心大藏者尼端正手诸相圆满之自信站立地藏菩萨护护者护持普光若有善男之善女能对菩萨相作之吉业即歌咏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如是等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多百千鬼神日夜为不吝恶事者问起何况今受之不知不况未来世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善男之善女鬼精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心佛往生即为帮务功即利益是佛如此佛变免会佛千人功佛一人会佛得人乃至一人生机会如是之人先接千佛灭度机会之常在阿鼻地所记中罪过世界黄色恶鬼有金钱胡说出生有金钱黄多人生中色人贫穷下贱诸根不拘都被恶意来记起不就之间互斗是故普光机会他人供常获此报何况被生恶见毁活着普光的未来有难子你人就自闯求生求死了不可或一梦恶鬼乃即假或有仙道或多言功归神流日夜水转乎亡在命中久禅气不落者此皆是业大轮未定尽中或难损或不得已难逆俗不便时时担当对诸佛菩萨相高僧转读此经义或弃病人可爱之或衣服宝贝庄严舍对病人见高僧常我莫家等为士兵对进香见舍之等或供养金香或招或菩萨行或招他时或难有或时常住如是三宝品千年文字家庭诸事婚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三日四日至七日矣高僧不高僧度世人民众之素养重罪足以无误见用得学得所受生常住庶民或康善男之善女出世此经或教人或住书画菩萨行乃至教人书画所受果必获大力受故普
若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念赞叹时，或恭敬者如是拜见法，前世等人亲信魔，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不知不光若未来，诸众生等或梦或见诸鬼心乃记住，或别或提或彻或或空或不知，皆是一生世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间，在于我去为独处，无处希望福利久，当告诉世故，世周黄边念地偶，普光如一生，前世见识令对诸佛菩萨相欠，自信自度此经，或亲人多其数三遍，或其遍都是恶道间，今生彼世变色，当多邪多乃至梦灭子，永不复见乎智菩。若未来世有诸下见等，或怒或悲乃诸智不知有智，皆诸数为要忏悔，此心暂离地杂菩萨行，乃至一气日，念菩萨名可满完，如是等人尽自保，千万生中长生中，更不尽善恶道，佛知普光若未来世，阎浮提那沙利婆罗门掌，即是一切人，即一心中自有心禅，何然何尼其日子，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更为念菩萨名可满完，此心生之何然何，除有阳宝变得邪，安乐一样寿命增，若是生复生，转正安乐即一所，佛知不光的未来世，众生也已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十字如等诸罪劫，定其心中，难念菩提种，即至动念无不死，无不死罪，何况自心杀害切盗邪妄以百千罪转，能以十四载，对火菩萨诸仙圣相继，多世经一遍东西南北拜右行，无知灾难当自取，若障若有现在未来拜千岁，用力而起能以四载，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即家无自红，一世红一世故菩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里大威神，利益之事言不中，一次大事有大应，十诸众生闻菩萨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至五，或一句一句作现在数妙案，未来之事百千万，常度断正生尊贵，何时普光菩萨闻破如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富贵和尚富国破，是真我就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即大事言你为未来众生前知利益故问汝，未然定说是真当何名字，此何因何流，佛告普光此经有三，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是理，愿此菩萨救援之来，华大众言利益众是故汝等一言流，普光问你何藏功，所立而退立存亡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婆婆，是真我观世缘护众，即心动念无悔时，脱后三地脱退出，若以偶缘念念增，是等别人如逆逆，无以中等见棍见，逐步深邃如多一子，第一见护好千里，是自是有大力，互相互之前领导，若大平地牺牲我，不在经历书真稀有种，同心好君编织物，是自众生有如此，临命总是护目前，以为守护及助前，
和先皇开祭坛流，和转读真经和供养佛，祭祖圣像乃至莲佛菩萨及辟支，名字一名一号的人众人偶，和文在本，佛祖众生所造偶，及其干果必得偶，愿世间是为定种，修持圣因度世种，悉皆消灭多人更为生世子。其七日内光照中，能识十住中，用力而起得圣人，所生妙乐现在见，离异无量事故而今对破事，即天龙八部人会人，千里云菩提众生定种子，深入沙海即造我，白鸡鬼神求助我，何以故而受杀，乃至白鸡无限好子，离异亡人担戒罪，转至神宗家世来，佛现在生多和神分，圣人天中原始林中被助见，朝时偶因一林是命中，杨梅对边万圣山，何刚林命中，财神未曾有少山，国际本列之受我，何人见识更未曾，譬如有人从远地，绝粮三日受负担，强国百金护印里，更护少护一世主，尊护昆虫是真我观烟护种，但能以诸佛教，乃至三世阴谋一地，一沙一尘佛入地，悉皆知得受是已。会中有一掌，明烈大便是藏者九正五，花都十王先藏者，合掌恭敬闻地扎菩萨，大师是南莲菩提种，命中之后消大减，为修功德乃至所在造众善，使命中人得大利，即是陀佛地藏党，藏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地烈受施施，藏者未来现在诸众生，临命中人多闻一佛，一菩萨蜜一辟支佛，不闻有罪无，悉陀悉陀陀由难至你，再生不修善，多造众罪命众子，见识小大为造福，一切生死七分子，何乃佛以六分功，神作之力一世主，未来现在三难里，闻见之修昏昏起，无常大贵不弃偶，明明有身为自罪，其七日内如是如，不在诸事辩论也，身定之我居业所，为错之间千万愁，佛光多以诸恶起，使命中人为得手，在七七日念念念之，王之骨肉见识一照狐狸九八过十日岁月手，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无邪陀如肉食无物见，多大地千千万，永受众苦苦之障，若是罪业重，命中之祸见识苦，为修因在知之也多，为在识经济因在知，迷干茶也不弃矣，乃至诸事为现佛，无多现持如有为，既不仅仅是命中，了不得力如仅仅父亲奉献佛身是命中，其文佛亦是故障，愿护众生都能为其福，乃至见是命中子，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万佛，所是于是道立天，有千万里那由他烟护鬼，悉发无量菩提子，大遍藏州州里偶，阎罗王中赞叹品地，二十铁为神，有无量鬼王以阎罗天，具道理来到佛，所谓恶毒鬼，多鬼王大正鬼，白虎鬼王邪虎鬼，赤虎鬼王三样鬼，灰身鬼王电光鬼，能亚鬼王千年鬼，
但舍鬼王护持鬼，诸好鬼王诸后鬼，持世鬼王诸在鬼，诸持鬼王诸亲鬼，诸舍鬼王诸魅鬼，诸贪鬼王诸命鬼，诸疾鬼王诸现鬼，三目鬼王四目鬼，五目鬼王七力士，大七力士王七力叉，大七力叉王阿耨多罗，大阿耨多罗王毒蛇灯大鬼，故故以百千诸孝鬼，金鸡阎浮提国有手，国有手诸蛇之鬼，一愿多天之称佛为，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即于道理在一昧。何时阎罗天富贵何赞拜佛，是真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佛为，即地藏菩萨摩诃萨，方得一次道理得，一时我等获善理，我今有孝矣，敢问是真为阎师，慈悲显舍佛告阎罗天，知度舍闻无畏如，是是阎罗天禅地世间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是真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方便我度罪苦众，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智，难知众生苦得罪，为救之间有得我，是真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因何众生而不义至善，用其邪途为厌世，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难念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挑难，是大菩萨一拜前，陀陀九八如是种，昭林邪陀是最宝，乃至多大武器，菩萨一方便，八字根本也，二千五十四字，只是阎浮众，皆有习众现世前，老是菩萨究竟解，何作独特毕如有，名是本家无路线，西线道中多智也，几乎狼师之温受苦，如是迷人在线道，西一之间即造主，有一之师多即大师，三经十度乃及夜叉诸恶等等，胡王迷人一尽显，而一之言多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有何一时能自知，是迷的人忽问时，从此先到即便退，求之此路是善子，提携接受因此现，免之恶毒之一好，令得安乐而易之，多在迷恋之境矣，无力是大此路如，诸然多次乎甚心，是迷路人亦甚感，临别之时之事有，若见今之即诸路，若然若你愿意此，多诸毒恶伤世心，无念是种子气取，是故地藏菩萨即大慈，救八罪苦众，承认天中临寿庙，是知罪中之业道，脱脱出离永不再，如迷如人无路线，以善知持应戒定，永不忽日奉劝他人忽见魔，此言因是迷故，多谢多情更不服，若在离间有上命，不解九成娑罗前，佛祖是名如斗，地藏菩萨方便利，十灵邪陀生人天，现留在如昼夜劫中，永处第一无邪陀，何时恶毒鬼，何赞恭敬拜佛，是真我等诸鬼，其实无量在阎浮，或利益人或甚海，个个不同，但是也报是恶见识有现实，多和少生个人家，或成以其罗庄严皇，或有男子女，修茂花三十乃至现一万里，烧香烧花供养佛，即菩萨香火转度尊，烧香供养一即已，我等鬼王经历时，如果其现在未来主，此之小鬼各有大，即土地魂变灵为，普令二十红，二兵红兵乃至不留意，
金历赤色等，何况人们何战鬼，善哉善哉如等吉言，能如是永护三难你，护以高皇王帝师临为护所事矣。会中有一鬼，名列诸民百佛，是真我本也，是厌护人民生死时，我皆自自在我本，生于利益之事中，不为我欲之令生，即不得安何矣？是厌菩提人出生子，不闻男女后一生，但作善事增益寿，此令土地无量患，拥护之母得大，利益见识后一生，深入杀害其祖先，攻击残木及光击剑，饮酒食肉各夜香，能令子母不得安，后一故事灿烂，又无事恶鬼及王亮剑，一时行邪事恶造令受在土地里，何乎子母是令难，何得利益如是之艰难的故便落足，他度土地还未杀，聚集见识一世主，还阳主守诸目击，有言菩提临命中，不闻善恶无一临时命中之，不若偶大护光诸修善，正恶离故是言菩提心善之，临命众生亦有百千恶道鬼，或变作父母乃至诸间，因皆亡人临落我，护光本照我，是真如是言菩提丹智女，临命众生生死魂，不变善度乃至阎罗根物见，是诸见识当悉受大恐，转度真经莲佛菩萨名，如是三念能令往，离诸恶道诸魔鬼，悉皆退散世间一切众，临命众生如多闻一佛，一菩萨名后大圣经，一切一切恶观如是别，除无间杀害之，小小恶为何多恶起，心机邪陀何高诸命鬼，如大诸葛能化如是道，一生世中护诸众，若未来世中有难之你，诸圣世世日莫退时愿，众临邪陀永得安，归往本佛，愿不由离我必死，念念永护阎浮众，生世世世俱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死，心受恶已无不邪陀何大利，二十佛高地藏菩萨是大鬼光著名，一正经百千生周大鬼，一生死中拥护众，是大师慈悲眼故，现大鬼身是为鬼，且后过一百七十，唐多成佛好也无相，其名安乐世界命经，其佛所名不可及，地藏是大鬼，其师如是不可思，所度人天亦不可显，成何名号品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婆婆，是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利益是一生死，得大利益为愿时，听我所知或告地藏菩萨，如今一生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中，言不实于世间正事，为当数说无纪念，除了早必死，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中，地藏菩萨佛陀，是真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毫无边胜度，若有难子女，闻是佛门战胜功，即得早已是世界生死中，何况数阿行，供养赞叹其人何无无量。有一过去恒河沙，有佛此时好报信徒，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一探子，化心过一世人亦无上，永不退转。有一过去有佛此，好不脱魔圣徒，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第一有，世人当得千万生一六一天，何况自心成。有一过去不可舍不可说阿僧祇，有佛此时好识之佛祖，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都以无量诸佛摩顶首，
有一国其有不辞，好居留神佛咒有难治你，闻是佛名自信赞，佛护赞叹世人离现界千后悔，为大皇王多受赞。有一国其有佛处世，好辟婆师佛有难治你，闻是佛名永不斗，长生人天受圣妙。有一国其无量无私恒河沙，有佛处世好报圣主。若有难治你，闻是佛名毕竟不斗，常在天上受圣妙。有一国其有佛处，好报相如来。若有难治你，闻是佛名生恭敬，舍人不救到阿罗汉。有一国其无量阿僧祇，有佛处世好袈裟创如。若有难治你，闻是佛名周遭一百大劫生死子。有一国其有佛处，好大同三王如。若有难治你，闻是佛名周世人得以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佛。有一国其有净莲三王佛之神，清明王佛之正觉，无上佛妙手，满烈佛一妙，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事成，现在未来一切种，若天若人若难者，但念都一佛名，功德无量无旷多，是众生生生世世，此得大利众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见识乃至矣，为是病人高僧念一佛，是命中人出无间，于业报等悉得享，是无间罪随自己，东经已解了不多，曾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曾念佛，于是最终一见相，何况众生之称子，佛无无量灭无量，地藏菩萨本愿尽简众。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精进，较量不施功德因平等，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僧从坐而起，富贵和赞本佛言，是真我观力道众生，较量不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苦力者，是世因为言是为我所知，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无尽一道立天，一切众为所言菩提不是教，功德轻重如当谛听，无为如是地藏本佛言，我以是时言要以闻，佛告地藏菩萨，难念菩提有诸国在乎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以最下品乃至龙禅音龙痴无目如是风中不万计十大国王等亦不识心，若能极大慈悲含笑轻说遍布施，何时人是乱念为十国王等所获福利，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子，何以故言是国王于是最贫贱别居不完即周华大慈，是故狐狸有如此百千生中常得七宝集，何况一世所无知地藏若未来有知国王之婆罗门于婆他是活佛行乃至菩萨三万比之佛供至因般供养菩萨，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乐若能一持不施故，回向化解十大国王，一世界中常为大梵天，扶持地藏若未来，有至国王之婆罗门。一现佛他妙后至今回外婆罗乃能化心修，是国王等后至隐般不劝他人乃至百千人不是皆言是国王，百千生中常为专论王，如是他人通不识，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更能以他妙化会相信如是国，乃至诸人尽成佛，以是国报无量无边，扶持地藏未来世，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见诸老病及生丈夫，若一念见即大慈心，不是以药因是我居，是令安乐如是乎，最不是以一拜戒常为禁忌天，而拜戒中常为留一天，毕竟成佛永不得我，乃至百千生而不闻苦声，扶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能作布施布施乎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何况十万转轮子，是故地藏普见众生当如是邪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亦或化种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所说护理不可为，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亦或心向菩萨行彼此菩
佛形象转轮王形不是供养的无量常在人天说圣妙如轮回向法世人护理不可为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于大圣经典或天文一记华音中心赞叹功不是供养世人后大国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其无不可为护持地藏的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于佛他是大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站大恭敬合若以骨折或毁坏修不引力或度化或欠多人同共化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主效果贪烈之人常为论还力三化教化主效果王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以佛法中说众善或不施供养或修布塔或壮丽金殿还是阴茂矣一沙一地如是善贪能回向怀使人功德百千生所上妙乐如当回向之家见或诸神利益如是子即善生所罗所以多闻是故地藏不是因其实如是地生护瓦平地时何时见老地生白佛是真我从昔暂时定力无量菩萨摩诃即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一至菩萨是愿神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音莲如问世普贤观利弥一花百千身心度一流其愿上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流到一切众生所化是愿解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我观未来其现在中一说主持一南方清戒指一吐是祖母周期看是中能数啊乃至金印通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站立赞叹是人机即得是众礼何等为是一座土地风何作家在永安三座先往生四座先存疑五座所修水六座无水河七座喜好比八座独觉悟九座持入生十座多一生十真未来时即现在众生若能一所住方便作入是供多入是礼护佛佛言十真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一所住持有持经即菩萨向世人供论转度经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奔身为护世人乃至随后道大恒小恒一切恶悉皆消灭或高见老底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孤烟无土其梦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刀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因如有常成阳地藏菩萨第一子如是功德即一生百千百亿常问彼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供养菩萨及转度时但立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如以本身利而用护护令一切杂害及不如意则闻已有何况令回旦如度后世人已有十幻见诸天见是拥护时何故得如是生现用且有站立地藏行其转度是本愿经出然毕竟出离苦正内盘罗一
四祖得大勇不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二十四正从天门上黄拜前团立大号响收回大炮响大拜号响光瑞号响光大瑞号响鱼号响光大鱼号响慈号响光大慈号响亲号响光大亲号响鼻号响光大鼻号响红号响光大红号响绿号响光大绿号响金号响光大金号响琴音号响光大琴音号响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如轮号光大如轮号耶轮号光大耶轮号宫殿号光大宫殿号海音号光大海音号一定门上黄都市灯号响光初为妙音高主导天龙八部人为人等听无尽热意道立天成阳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立等不是一超生因是正是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是一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名观世音从作我富贵何赞拜佛是真是地藏菩萨摩诃极大慈悲怜悯最苦众一千万里世界化千万里所有功德及布施为圣旨我闻是真一时万无量处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济供又不能尽想者有梦时普高大众已成扬地藏利益等为缘世真为现在未来一切众成扬地藏不思议临天龙八部战力火后告观世音菩如意沙婆时有大音莲若天罗罗兰若尼若圣罗乃至流到最苦中闻诸名者见如心莲目如者赞叹如使诸众生亦无上必不退转长生人举手妙罗因果讲于佛所知如尽其大慈临命众生及天龙宝听无先说地藏菩萨不思议义子如当谛听无尽所观世音言为难时言要一文后告观世音菩未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说天福有无率相或有多疑恶道子若是天人都难着当现相时或见地杂菩萨现或问地杂菩萨一战一力十字天转正天福说大快永不得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副饮食包别饮不是供养说和功德乎无量无边乎此观世音若未来现在出世界流到众生临命中得闻地藏菩萨一生离恶根使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临命中父母见识将是命中舍在财物包别一乎说话地藏心不是病人为种子云恶见闻知道见处将设在宝贝等为其诸神书瓦地杂菩萨行世人所是也包何所重病诚实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世人都是也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也何多恶气作诚实功命中之作即圣人所生妙乐一切罪悉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之你或入不遂或三岁五岁四岁以往事父母乃及往事兄弟姐十年年纪长十一父母及祖先不知若在火生活时节
生后天，世人都能速化地藏菩萨行，乃至文明一战矣。一日至七日莫退出，文明艰辛战立功，世人尽数加引领，多有其作机当绝，成事难离兄弟结，速化地藏行，战立功德心济学，圣人天中说圣妙，世人尽是如有福，一生人天说圣妙罗，即成事功德转生生，所无量罗世人更善其人，一心战立地藏行，愿其名字满亿万，当多菩萨现无边，居高世人见是神，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亲临世人一住世，见之见是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前，是以前世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众生回护现世一世红，无知疾苦乃至红世不入侵，何况即生世人毕竟多菩萨摩定所，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依发广大慈，救度一切众生，一修无上菩提，一处离善见，使者人等见地藏行，即闻名者自信归，或以香化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所愿速成永无障，护持观世音度未来，有善男之善女，以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坦荡过一站立供养在地藏菩萨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护愿地藏菩萨大慈悲永永护，此人一睡梦，即得菩萨摩顶所，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之善女，以大圣经典身世真，发布施一心一度一生，众依民舍教士林，全都先往东经典，不能读诵是善男子，有数业障未度消除，故以大圣经无读诵心如是知，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者，更以香花以护印，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以净水以沾巾以热衣，安菩萨前南后合亲如回首相，临如口舌之心中，呼水即必生无心酒，邪淫妄语即诛杀，一切如何善取，是善男之善女，一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无边，一世人持手灌顶，其人梦皆起火虫，因是经典一理由，即当用机更不忘是一句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智人，一知不足求则归，或多病疾或多凶，家在不安见识浑身，或知红尘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惊，如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自性空，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得安，一世弘一乃至一睡梦，悉皆安乐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或因自生或因共，或因生死或因疾，如善林中过渡河，乃至大水或尽显，世人现当念地藏菩萨名王，所过土地归顺为父，心诸作火拥抱安，乃至风雨呼浪时，一切毒害不能生，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意，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百千劫中所不能，是故观世音如一生，六不思尽
金鳞沙婆斯，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世时，何舍己，无关地藏为神，恒河沙劫受难，见闻瞻利益莲，利益人天无量，若男若女若龙身，今应当堕恶，此心皈依大师，受门转正处罪，少时父母恩爱，为之魂身在后，兄弟姐妹记住，生长以来皆苦，佛书佛法大师，别人站立不站，禅期如中练起，菩萨当先无边，世界见识受生，众多无其心处，若能不退是此，即何莫定受生，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理善解，世人即发大悲，先当站立大师相，一切诸缘殊胜，永无业障能作，有人化心念经典，一度亲密超彼，随地誓言不实，先度先王堕毁，是有业障火，一大圣经不能供养地藏异象，一佛饮食住完，一净水安大师，一日一夜求福，化因众心生无心，九罗邪淫即亡，三七如内无杀，此心十念大师，即一梦中见悟，即来便得离根，因是尽教理由，千万神中永不，一时大师不死，能使世人获此，贫穷众生积极，家塞凶衰见识，睡梦之中细补，求得怪为无成，此心站立地藏，一切偶事皆消，至于梦中尽得，一世红老神鬼，一路山林嫉妒，妒我亲手嫉恶，恶生恶鬼病恶，一切阻拦阻苦，单单站立济公，地藏菩萨大士，如是山林大海，因是诸恶皆消，观念自心听悟，地藏无尽不实，百千万劫受不，光显大士日数，地藏明知忍柔，乃至见相站立，香花一壶饮食，供养百千寿苗，若能以此会化解，毕竟成佛超生死，故观念入党，不告横沙诸国，诸类人天平第十三，是尽所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而这是愿地藏地，如之胜利不可思，如之慈悲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如之不思议，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无今日在道立天，一百千万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子，在一人天诸众生，未出三界在乎在众尊，无诸一路无数诸众多无其中一日矣，何况更多无无间及阿鼻地东经千万里，无有初级地藏十单莲菩提种，执心无定西有种，中华三心西一集，若以我愿念念增，一世诸故我闻时，百千里花都随其根，何度脱之地藏无尽阴尽一天人，无知一路未来者，若有天人及善男之善女，以护法种种少生，因貌一尘一刹矣，如一道理拥护时，兼修无常无令退，护持地藏未来时，若天若人虽业报，若在我其令斗起，护持门者施之众，若能令斗一佛，一菩萨名一记忆，大圣经典施之众，如一神力方便九方，以世人所行
现无边，为摧第一千令生，所生妙乐二十世，而说即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因尽富足，如于大圣通方便度，无量多在诸我，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富贵合掌百佛，是真为言是，不以为利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以后法中一念功，我以百千方便度脱时，一生时中殊脱邪，何况闻之三世念念修，自然离无上，永不退转受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明悉供赞拜佛，是真我自知道理闻理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生死力，不可思议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及地藏明智或瞻力行，得其中福利为愿时，为未来现在一切中，列有所知或告悉供赞菩萨，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分别说，为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问此，乃至读诵香化言，一呼真八不是空，赞叹赞力得二十八种力，一座天龙护，二座三国日正，三座即圣上，四座菩提菩，五座一世弘之，六座即一部，七座离水火灾，八座五道劫，九座人间情，十座生贵子，十一座逆转难，十二座为王城，十三座端正祥，十四座多胜天上，十五座后为敌，十六座数字明通，十七座优秀解，十八座坚持魂，十九座朱红雄，二十座一道永处，二十一座七处境，二十二座一梦安，二十三座仙王里，二十四座疏忽手，二十五座诸圣赞，二十六座聪明里，二十七座老子明，二十八座毕竟成，五座西宫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利地藏心，或闻地藏本愿时，赞叹赞力得其众物，一座苏草神，二座乌衣熊，三座诸佛护，四座菩提菩提，五座增长本，六座宿命劫，七座毕竟从，二十四王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即大菩萨天龙宝，闻释迦牟尼怎样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叹未成，十四道理天衣无量相，天音主音供养释迦牟尼，于地藏菩萨一切众会集护赞，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下。地
尼婆利婆提迦迦帝陀罗尼帝尼诃达帝尼尼帝摩诃帝赞林坚帝萨婆尼婆利婆提迦迦帝陀罗尼帝尼诃达帝毗尼尼帝摩诃帝赞林坚帝萨婆离婆离婆提迦迦帝陀罗尼帝尼诃达毗尼尼帝摩诃前赞林坚帝萨婆唵巴拉摩林哆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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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婆南无哈赖达赖多赖耶揭那揭那揭主揭摩赖摩赖呼赖哄呼呼苏达罗婆摩罗萨婆南无哈赖达赖多赖耶揭那揭那揭主揭摩赖摩赖呼赖哄呼呼苏达罗婆摩罗萨婆南无哈赖达赖多赖耶揭那揭那揭主揭摩赖摩赖呼赖呼呼苏达罗婆摩罗萨婆。地藏菩萨阿弥南无阿弥
地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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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地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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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萨。